软装抠搜指南，别爱我没结果，除非爸爸盘过。今天啊，咱们用这个粗线团子整一个 ins 风靠垫，先盘一个石饼子、柿饼子。你最好照着词儿说。这个的大小厚度决定了你靠垫的饱满程度，然后打一个活结，把活结套在手上，手抓住饼子，另一只手从下面掏一个线圈出来。看啊，关键一步，右手从上面掏线，穿过两个线圈，这就完成了一整套的动作。接下来不断重复，就会得到一个甜甜圈抱枕。收口的地方是这样式的，把它掏回来，最后把线头收一收，来看成品。